张学友有犯罪克星之名，日前天王在立新功。7月8日晚，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官方微博透露，17时35分，我局洛龙交巡大队民警在演唱会现场附近执勤时，发现一车辆存在交通违法，遂上前了解情况。经查，驾车男子提供的个人信息与其本人不符，身份可疑。经洛龙派出所民警进一步核实，原来该男子从563公里远的武汉赶到洛阳，就是为看张学友演唱会。目前该男子对冒用他人信息无证驾驶行为供认不讳，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据悉，洛阳演唱会现场叔叔还抓了一波黄牛党，正在核实中。据悉，这已经是张学友对犯罪分子完成的地接杀，看来被称为犯罪克星果然不是浪得虚名。此前在7月6日晚，内蒙呼和浩特体育场张学友演唱还未开始，在核验进场观众身份信息时，民警利用人脸识别成功查获一名全国在逃人员王某某。网友们评论道，向张 sir 敬礼，以后逃犯去看张学友演唱会得深思手吧。